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叫《猪轮》，是一个2D 横版动作射击游戏，感觉是有种复古的感觉，像街机。那么就一起看一看这浓浓的日本动漫风啊！好，那么就开始。啊，这个游戏可以支持两个玩家在本地玩，那么就一个玩家吧。选择一个新的存档，还选择一个角色，选择这个小女孩。这种游戏反正难度应该都很大。开始任务了，是干什么？按这个 B 是跳，按这个 Y 是射击，就这俩键啊，没了。横版射击就是打飞机的横版呗，感觉有点像魂斗罗，感觉玩起来有点傻。拿个电吉他在这射击，这是什么呀？这还有美丽的螳螂公主吗？感觉有点像4399小游戏。我不知道4399那个平台有没有这个游戏，还真说不定有，等一会儿搜一下。哎，这什么子弹吗？哦，换子弹了。这什么子弹？这个子弹一般，不如刚才那个画面效果好。这个子弹射击的还有点慢。哦，这个是电，它那个会有电弧，你打中一个敌人就会把别的敌人也打着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刚才那个，这个感觉像榴弹炮一样。每个子弹都有不同的特点吧，看大家喜欢玩哪个了。这也是个子弹，这应该也是那个榴弹炮，也是散弹啊。这个散弹辐射范围更大了啊，这么快就到 boss 了，这流程也太短了吧。开个开打 boss， 他的撅个屁股是几个意思？哎，下面怎么有个队友？这个傻队友在那边过来帮忙呢。哎，可以这个角度斜着射击，过关了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是有点弱。哎，掉了一个大鸡腿，补个血。满血复活，只能说 Switch 上又出了一个4399轻松小游戏。Congratulations, you've the genetic success. Still have it. 对白就不看了，打叉不叉的意思。Welcome back. What? You queens? Yes, the queen.下面是任务一，哎，可以选择这是什么 ？Flashport Fireworks Port， 选第一个吧，这是飞机吗？然后看一下这个任务一有什么。我觉得这个散弹还是比较爽的，辐射范围比较广。
直接无脑开炮就行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哎，后面来了一个，哎，这有个激光，试试这个啥？啊，又是这个，这个速度就是快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不如那个散弹的辐射面积大，因为它这个控制方向不是那么好控制。不是走这边吗？这游戏是有 bug 呀，只能从这儿跳吗？哦，好，逃跑失败。应该往这边跳了吧，他跳到这个方位，也有个子弹，这是什么子弹？就是那个电弧，这个电弧这个子弹比较有一点省事儿，你只要打着它，它就自动把周边的敌人都搞死了。这个地方应该爬不上去。哎，这个地方我们怎么上去了？死了。哦，可以跳到这个位置。刚出现一个子弹没吃着。爬这个地方上去，有大汉堡，应该是往那边走。啊，这第二关的关底，这个啥呀？呜呜呜！这个虫子爬得很快，我跑。要跑，感觉这个关底都不难，都嗝屁了，看来这一关也搞定了，感觉像个蟑螂。然后从他身上会掉出个什么汉堡来吗？哎，他不是大关卡吗？这是子弹，这是什么子弹？又换成我们的散弹枪。哇，关键时刻被他搞死了。哎，又是这个小龙，这个给消灭了。算了，走了。不和他在这儿磨叽了。哦，别掉下去。这什么情况？我被砸死了，我现在急需要一个新的子弹，这个子弹太弱了。哎呀，来子弹了，这什么子弹？就是那个榴弹炮。
肯定要把这个消灭了。哎，你下不去了，原来他那个地方藏了个大汉堡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霸王花。是不是快到关底了？他那个地方应该是有个子弹，但是没吃着。哦，死了！我就想知道这关关底长啥样啊。哎，这是什么子弹？又是这个带电的。这个我喜欢。哦，这才是大 boss 哎！我说了，刚那个小蟑螂也不像个大 boss。怎么打这个大 boss？ 好。只要保障这个地方扔就行了。不是吧，死了！好，上面有计时器。也可以打八秒。四三二一，那马上又要那个什么了，又铲一个他的小伙伴。啊，这个子弹实在是有点 low。不是吧，死了！这个旁边这个东西也不好使啊，怎么回事？完了 ，game over 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这个游戏就录到这里吧。这个游戏叫蛟轮，怎么说呢？感觉还挺有意思的，但是就是有种4399的风格，适合休闲还是挺不错的。啊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，那么下期见，拜拜。